跟住唔使講，最緊係我嘅至愛 Sandy Denny。咁呢一首《Who Knows Where Time Goes》即係佢嘅成名作啦，亦都係被選為即係 BBC 二台民歌係上一個世紀之歌嚟嘅，即係《Song of the Century》。咁呢首係現場錄音嚟嘅。就是他在英國倫敦的一場演唱會，最後一場演唱會，其實因為兩個星期之後就是在他康和的家裡對面由樓上就跌了下來，當時就沒什麼，他以為沒事，就但是兩個星期之後就去了都是英年早逝的，又是有傳說就說他是因為醉酒，因為他的婚姻關係不太好，所以他以酒消愁，他的丈夫就是非常不忠的，他就有少少不開心，就以酒消愁那晚就這樣跌了下來了。Called Who Knows Where the Time Goes. Thank you.